费了那么多炮弹，结果就落几把破枪，这买卖咱赔大发了。你还抱怨，能把那铁家伙打跑了已经算胜利了。屁，咱打鬼子军出队不就为了捕捉点弹药吗？你看啥玩意儿，他挑。动作快啊，快，不要给我呀。哎，大伙儿动作快点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清理完战场马上撤离。是，快收。给全点，全点，全点啊！我来找找，要不我心里堵住。快点啊！那小鬼子也有后娘养着呢。打扫的真干净。铁总，撤了。哎，知道了，您走。不信呢？都不错呀。带着大家伙儿，清点一下战利品。是，走，大家清点战利品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家放一起，来，大家放一起。还有刺刀子。怎么样，蔫了吧？自信满满的认为是日本的运输车辆，可现在接到什么了？什么都没接着，还浪费了咱们那么多弹药。哎，当初我说是鬼子运输队的时候，你不也跟打了鸡血似的表示赞同吗？可我当时你什么呀？啊，现在什么都没捞着，你倒怪起我来了。再说了，那不是打死那么多小鬼子吗？咱也没算白跑一趟。还有啊，那鬼子要不出动装甲车的话，那枝野胜男能跑吗？早知道枝野胜男在，死活也不能让他跑了。哎，我这么想啊，你说鬼子出动一装甲车，那肯定不是一般的观察团吧？这还用想吗？装甲车出动，那肯定是一个来头不小的大人物。哎呦，神了！看见没，两半儿啊，这个哇，你看我看看，看看，这刀好呀。对呀，做工这么精细还这么快，哎，跟别的刀不一样啊。关键就别看了，再看拔不出来了。哎，我看也没啥吧，我不就在战场上随便捡了把刀吗？哎呀，这有啥，你不要摸我。营长，你呀，营长，铁头缴获了一件宝贝啊。哎，走走走，看看，这有啥？你们要摸摸？好，来，你还手啊，摸摸。哎，哎呀，来呀，营长来了，营长，什么宝贝？哎，营长，我捡了把好刀。这刀太快了，这铜钱一刀就劈两半了。是啊，是啊，好厉害。什么？这刀来头多不小啊！看到了吗？这排小字啊，天皇御赐的军刀，这是日本天皇的刀啊。什么意思？佩戴这把刀的人，起码是个中将军衔。哎呀，中将军衔，那咱们今天是不是漏了一条大鱼啊？啊，肯定啊，知道吗？在日本军官学校，成绩在前六名的人，天皇才会赐他这把军刀。拿到这把刀的人，会把它看作比自己生命还重要。好刀是吗？这刀看起来细细长长的，这要到了战场上，肯定没咱那大刀片子好用啊！再快一碰大刀片子也折了，屁眼子了。知道吗？啊，
日本人讲究的武士道精神就在这儿体现了啊。军人是军刀为荣誉和生命，特别这是天皇御赐的军刀，更得宝贵的不得了啊。有这么邪乎吗？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徐野君，今天早于敌人伏击，你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。你的骑兵侦察队如此疏忽，竟然让敌人把大炮搬到我们眼皮子底下，这是对你的极大羞辱。嘿，这学生侦察不力，我恢复全部责任。马上侦察出这支部队的番号，将其一举歼灭，以挽回帝国的颜面。嘿。老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军刀呢？军刀？这可是日本天皇亲自的军刀啊，比我的生命都重要。如今落在了中国人的手里，我受此羞辱，如何苟活一世去面对天皇？老师，请你冷静。哼，老师，不要拦我，我要剖腹谢罪。老师，这件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，请您不要冲动。报告长官，已经查到伏击我军的部队番号。说，是八路军独立旅直属炮兵营。什么？又是他，杨志华。哟呵，哎，这日本天皇的军刀确实好使啊，这切土豆一点都不费事儿啊。来，我也试试。用糟践了吧。哎，你说，哎，这日本天皇如果要看知道了咱们拿他的军刀切土豆，得什么样？给什么样？吐血呗，吐青了。报告。进来。营长啊，有老乡送了封信，说让您亲自拆。啊啊，你忙着。老爷，什么事儿？谁的信？知野胜男。知野胜男啊，他给你写什么信呢？说要请我去喝茶。什么意思？想我了？这可太奇怪了啊！两军对垒，请你去喝茶。嗯，这里面一定有花花肠。我觉得这是鸿门宴。不会吧？两军对垒呢？他设计一个鸿门宴，让我去喝茶，然后把我给逮住。这职业生男不会这么傻吧？哎，啊，我估计跟这把军刀有关联。你说他冲这把刀来的？这可不是普通的刀啊，这是日本天皇御赐的军刀。用这把刀的人绝对不是个普通的人。没错，你说我哎，使这把刀的人至少是中将啊。有道理，肯定是冲这把刀来的。那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咱得去呀，啊，这茶必须得喝呀。